伏明霞摇头被抓，谁把他保出来之后？青年局当时党委书记李世坚，是吧？那当时田壮，这个陶晶田壮抓他们的时候，我不告诉你了吗？他的资料陶晶一直都保留着，因为你阳性了，他算兴奋剂啊，类似这都是，对吧？他媳妇儿，他曲颖、李亚鹏一块儿的一堆全给抓了，但是一看他在，毕竟还给他点面子，让他先离开了那间屋子。这边小孩也是，把回家脑袋包，他不知道怎么怕人家没放曲颖啊、李亚鹏，他自己又回来了。人家一看你这孙子，我让你走了就走了吧，你还回来再看看问问别人有病，留下一块儿做尿检，对吧？也都阳性，对吧？那最后是因为毕竟奥运冠军啊，马上通知训练局什么，最后李志坚把他保走，他就没进号子。最后曲颖啊，完了也找了点人，也没进房山的号子，就是李亚鹏没人管呀，没人管这孙子。最后在房山呢闹了15天，也是剃一光头，秃瓢在那走正步呢，在那这都是啊，你都去查啊，不是我话都说，你都可以去问问这些啊，你问问陶晶，问问田壮啊。那陶晶现在都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、党委的委员，对吧？都是四号人物了啊，当年都是这些他们老东城出来的啊。